喺三家村码头，除咗食海鲜、钓鱼、玩下水上活动，仲可以睇呢度嘅豪宅桂林东岸屋苑四座大楼临海而立，大部分单位都望到海景。我哋而家喺仁堂睇个海景嘅三房图，呢间就大屋嚟嘅，摆咗啲家私，实用面积832尺，会向翻东望翻你沿途嘅海景，同埋个客饭厅系超级大，露台虽然细，但系望出去系同个海系零距离。呢边就梳化区，呢边就电视位，其实坐低望嘅距离系相当远，都好舒服，同埋日头呢度光射过嚟系好惬意。然后呢度就一个 long table， 六人嘅餐台啦，做咗一个餐边柜，咁可以摆下啲鞋啦，同埋啲其他杂物。呢度仲有啲挂饰，都几得意。厨房就长型嘅，一组曲斜型嘅橱柜，海面够晒大，有个大窗望到海，后面仲配备咗工人套房。睡房区我觉得偏大嘅，你见到摆完张床，仲有一个好大嘅距离可以摆个大衣柜，望出去都系山啊、海啊、船啊，好丰富。浴室就云石面、木饰面、金边框，成个感觉睇上去就好奢华。第二间睡房做咗上下格嘅床，你见到楼底都相当高。呢边就做咗一张读书台，望住个海景做嘢或者读书，个人会唔会醒神啲？主人房就超级大啦，摆完张床之后三边落到床。瞓觉睇书都系望住个海，然后呢度就有个化妆台、大衣柜，个衣柜好深嘅。再入嚟睇下个主人浴室，浸浴坐厕系一个洗手盆，空间都十足嘅。成间屋现时就17000尺嘅起步，跟住近海边嘅朋友可以嚟睇一睇，你哋觉得呢？